妖妇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敢动老师一下，父帅统帅十万大军，便杀入京城灭你。我父帅久镇边关，若闻我有事，定杀入京城取你妖妇首级，易如反掌。嘘，急什么？小兔崽子，本宫还没说完呢。你们知不知道？ 大皇子后来去了哪儿？据我所知，他在北疆。没错，他很聪明，他怕本宫继续给他下毒，于是请缨到北疆封地疗养。不过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妖妇，你又使什么阴招了？ 他一到北疆，本宫便收买一个人，他镇守北疆，顺便看住那个废物大皇子。你是说，龙驹将军？<笑>还挺聪明的嘛，小兔崽子。难怪龙驹将军这些年从不与其他女子来往，也不回朝，原来是被你这妖妇收买了。 本宫很感激龙驹将军，所以这次皇儿登基，本宫也飞鸽传书，让龙驹将军也带人马前来。若是听闻此事，还敢动吗？